找不进门了。说这个就没有了，我出去了。我看这个很麻烦，我要先提上包拿东西。我们这个不用不动哦，不用上车大道的布莱德，布莱德那边我一个副会长哦，带你去嘛。啊，那边是晋江会馆90多年的。然后我去布莱德那边去订单的，我那个副会长说，我去上你的车的。啊，那个叔叔看他好像在那边等，他都在。Thank you.
bring the blue color pen, ah.